当哭泣小丑，金皮大战监管小丑。兄弟们，让我们黑起来好吗？来，这次试一下救人流打法怎么样？嗯？哎呦，完了，小胖墩儿。没事没事，墓地他不太好拉锯，拉玩具商去了，我把他锯给他炸断。说他这个锯子的后摇好久啊！哎，锯子想拉我，炸弹骗他一下，不上当。不上当，就炸下来，他要在气球上啪摇一会儿，然后根本就走不掉。哎，他这个东西好尴尬啊！哎，不行啊！你看我这要是抬手去的话，我都死了。有闪现了，这里，他闪我，快跑！能不能转过来再炸一下？啊，不行啊，转不过来，这个转的太麻烦了，还没有前锋好用呢，这就。好像开二阶了，我刚听到佣兵来救吗？来了，我能把他拉走不？你说大哥，你这个扛一刀呀，他的转向特别的不灵敏。